这是我吃过最贵的蛋，一个蛋花了我两百个大洋。宝贝儿，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啥蛋？哎呀，好好补一补啊。大吉大利，宝贝儿，双击双击啊！看子弹，双击，肯定能发财。看看这女人长啥样，哇，还不小，哇！哇，这个蛋吃完了，我三天都不想再吃饭了。哎呀，妈呀，双击把累死我了，这好不容易扒开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扒开这个蛋了，来尝尝一尝啥味儿，妹给我来点油。哇，这一口蛋下去，三天不用吃饭了。嗯，啊，这有蛋花。啊，吃到蛋黄了。双击双击，嗯，给这个蛋双击的宝贝，今年都能天天吃的吧，不饿肚子，都能发财，双击。人狠话不多，社会我八哥，看这发型，天哪，这烫发比头还大，哇，花了我一天的时间。宝贝儿，能不能给这个超级爆炸八哥一个小双击行不行？天哪，我都不舍得吃了，再给他染个色。嗯，赏我个双击吧。如果能收到1000个双击，我就激动的三天三夜我就不睡觉了。嗯，行。今天再来挑战一个生性海葵，撒点芝麻香一香啊！闷得下老铁一定给我双击啊！哎，今天我要再来挑战一个生猛的生吃海葵，先把水放一放啊。这个水不太多呀，这个水也不多。放点料，不然下不去嘴。海葵这东西巨腥。放点辣。你们都说我不会咽啊，今天我咽一个。这是深海里面的大巨蚝，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的关注，见过的给我双击。我如果能给它徒手劈开，一定要赏我一个双击啊！尝尝，妈呀，这么容易的！天哪，这么10斤重的壳，肉就这么一点点，娘，吃啥呀吃？哎，宝贝儿，太难受了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安慰一下？心灵受伤了。